我是 DJ 杨杰，平日里热爱下厨，尤其喜欢给我的猫咪做美味的猫饭。家里有一只比较害羞、不敢见世人的8岁大龄猫咪哈奇，和一只性格外向的2岁小男生塔塔。对他们的饮食，我会多花些心思，不仅要吃得健康，还要符合他们各自的口味偏好。今天来做一道人和猫都能吃的海陆大餐。下层水里放入2枚鸡蛋，梭子蟹洗净后放入垫好姜片的蒸屉中，大火烧开。鸡蛋煮熟后捞出过冷水，剥出鸡蛋，对半切开。梭子蟹蒸好后过凉，拆出蟹肉。活虾去虾线，虾头留用，再擦一点柠檬皮备用。今天的主菜其实是鸡肉，鸡肉表面抹点油、生粉，撒一点柠檬皮碎，加一小块南瓜，连同虾肉一起包进烘焙纸。蒸至熟透，在蒸鸡肉和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抽空来做个猫尾酒。将之前留用的虾头放进锅里，加少许水煮沸片刻，取出虾头放入柴鱼片焖3分钟，静置放凉。猫尾酒调好了，把蒸熟的鸡肉和虾取出放凉，用少许百里香、蟹膜香料、柠檬汁、柠檬皮碎、亚麻籽油混合均匀，做一个调味汁。配菜我们会用到切片冰镇好的茴香头。接下来制作成品，将鸡胸肉撕成细丝，把鸡肉跟虾分出一小份猫咪的分量，剁碎。放少许自制的虾油、南瓜、蛋黄拌匀，填入模具。脱模后，加上少许虾肉、蟹肉、柴鱼片来装饰。余下的鸡肉用切碎的紫苏、茴香头、芝麻菜做一份沙拉给自己，点缀虾肉、南瓜、蟹肉、鸡蛋，再淋上前面做好的调味汁。这就是今天的亲子海陆大餐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其实只要掌握了猫的饮食偏好，做猫饭跟做人食总体来说是很相通的。优质的蛋白质是猫咪需要的，不能给猫吃人类的食物，只能给它们吃蒸煮的肉类。一定要记得没有盐分，没有香辛料。你可以多做做功课，哪些食物适合它们。鸡肉对猫是很好的营养补充，蛋黄含有维生素 ADB 群，可以偶尔给它吃一点点，对毛皮量则很有帮助。他们爱吃海鲜，但不可以经常喂，特殊日子可以给他们吃一点点解解馋。猫咪平常比较让人担心的就是水分摄取不足，鲜美的高汤可以让他们多喝点水。猫咪的食物一定要新鲜现做，他们喜欢大约30-40度的温度，其实呢就是摸起来跟体温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有温度的食物比较香，所以喵先在我赖床的时候玫瑰饭瞪着我，我每次都觉得搞不好是把我当食物在考虑。